正好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咱们公司那个什么。哎，坏了坏了，我想起一个东西来。哎，你干嘛老老躲我干什么呀？我老虎啊，我还能吃了你啊？吃了我倒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不是那关键，那个公共场合不合适啊。什么公共场合？不就咱俩？等等，咱们探头探头。探头怎么了？探头怎么了？我探探头，我打什么呀？干吧干吧，哎，我这害怕，哎哎哎。哟，文君。经理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工作的啊！我先去了，再见。我回来。要不要我给你叫过来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吧？什么钱了？好色的女上司呀！不，我就纳闷，这王胖子怎么就喜欢上你了呢？口味太独特了。我这也算是个个例吧。没办法，在他眼里，丁胜利有魅力。我还没怎么地呢，我就把他给 hold 住了。笑什么笑啊？知道什么呀？美丽。你行了啊，别再为那个刘建明魂不守舍的了。我知道你呢，现在处在情感受伤之后的恢复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情感转移。哎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咱们这项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责任心啊，这个水路和电路非常重要。我建议呢，你就从他下手。刘建明那个大骗子的感情啊，全部都转移到这个小色狼的身上。安全是生命，包括电梯啊，要定期做保养。哎呦，没钱，来，借我200块钱。对的，给。嗯嗯。哎，美丽，你要干嘛呀你？这种事儿你不用给钱的，你再吓着他怎么办呀你？责任重于泰山。你找我啊？哎哎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有事吗？这个还给你，够了吧？你这什么意思？那袜子是我送给你的。我不要你送我，嗯，拿着吧。苏，你太俗了，我送给你的就是送给你的。我干嘛要收你的礼物啊？不是，是这样，你看啊，你收了我的礼物吧，我心里踏实。你要是把钱还给我，我这心里有点打鼓了。你放心吧，你到外边应聘的事儿，我绝对不提，行了吧？够意思，太够意思了。你也知道，现如今找份工作难，钱难挣，真的。是，找份工作不容易，挣钱也不容易，所以这200块钱你就拿着吧，啊，能吃好几顿饭呢。哎哎哎，你干嘛？你瞧不起我是吧？来着，拿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差钱，这么差钱。虽然我是个部门的副经理，但是送给姑娘袜子饿不死。嗯，那行吧。哎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怎么就觉得我会告密呢？我是那种八婆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一看就是个好姑娘，而且是漂亮的好姑娘。哎，一会儿我打点饭给你们一块吃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啊，就是爱说笑话。你们搞编辑的工作压力太大，给你们减减压。哎，我头一次遇到拿丝袜行贿的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便宜，实用，实用。丁胜利，你这干嘛呢？
呢？这不午休时间吗？准备吃饭了。开饭就吃饭呗，闲聊什么天儿啊？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部门经理王经理，脾气不太好，嗓门有点大，对不起啊。谁脾气不好了？谁嗓门大呀？到办公室了，跟你说点事儿。我跟你讲，你能不能在客户面前给我留点面子？哟，你怎么那么在乎我在他面前的面子呀？啊，他是客户吗？那女吧？站那干嘛呢？走啊！干嘛去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去办公室说事儿。经理，咱俩是上下级关系，我站着挺合适。你怎么老跟我说上下级上下级的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是不是为了跟我保持距离，你找借口啊你？不不不，王经理，本来嘛，你就是我的上级领导，真的，在我的心目当中，你就是个大美女，我特别崇拜你。你要这样的，从明天开始我就打报告。这个总经理我不当了，你来当，我给你当副手，我看你还找什么借口。不不不，王经理，你确实是我的上级啊，真的，我哪有您的水平高啊？再说了，哦，你是不是考验我，看看我丁胜利是不是想篡权夺位？你放心，我绝没有这个想法。要是没啥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丁胜利。丁胜利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，你不可能这么快从一个小保安就能当上副经理。我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吗？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？我就纳闷了，我王芳哪一点配不上你？咱们都是从外地打拼来的，都不容易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咱们俩组织一个家庭啊，既是夫妻又是战友，这多好啊，多合适啊！啊，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？是是是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对吗？不，王经理，咱俩确实不合适，真的，我觉得咱俩这关系吧，千万别捅破了，因为。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是不是瘦的？那行，从今天开始我不吃饭了，啊？行，对，我也不喝水了，啊，我保证很快就会瘦下来，真的。别，这样会出事儿的。没事，我对你，我死都情愿，真的。别呀，那我成了千古罪人了。不不，这样，王经理，咱俩真的不合适。比我优秀的小伙子多了去了，你想找个志同道合的，有很多的选择。你看这个，哎，你看，他就是个合适人选。什么人选啊？那个王经理准备提拔你，你好好表现啊。那个我还有事儿，我去处理一下啊。丁胜利，你干什么？你站那干什么？您不要提拔我吗？姑娘，他刚才说你